在 OneNote 中，你可以看到每个任务的完成百分比，也可以看到每个单元是否有完成老师指定的进度。绿色代表已经完成该单元的完成条件，黄色代表已经正在学习的单元。若是属于测验题，除了看到该单元的完成进度外，进入该测验题，还可以看到当初所回答的答案。如果想查询任务中的单元标题，可以透过上方的搜寻，输入关键字后，按下 Enter，就能找到它。完成后，请记得按下清除关键字的动作，就能回到原本的任务内容。